这个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我们这个相信呢，也决定不是盲从，而是佛呢是一位非常诚实的人，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人，正如同《金刚经》中所说的，如来是摄语者，是真语者，是如语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那么其次，这个第二大段呢，劝我们发愿。在这个经里面，经文当中有三次很明确的劝勉我们应当发愿，愿生彼国。那么最后一段呢，是教给我们方法，我们相信，我们对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非常之向往，但是怎样才能去？佛教给我们的修学的方法，那么也就是经里面所说的，佛告舍利弗，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这持名号，这就把方法教给我们。但是经文前面的这一句话呢，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字，这个是能不能念佛往生关键的一个字，所以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并不多。原因呢，就在那个善字，那么什么才叫做善呢？依照本宗的讲法，非常简单，真心、真愿，这个信念呢，没有一丝毫是虚假的，这就叫善。可见的他这个善呢，跟大小乘经里面的条件不一样，他的条件确实非常的简单，所以这个智持名号呢，那就一定要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能够这个以这个方法来念佛呢，这是决定的事，所以这个善的条件呢是这么说法的。那么真正用功夫实在说，它不需要很长。经上告诉我们，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就能成功。所以净土宗里面的戒起念佛，我们俗称为大夫妻，这个大夫妻的意思呢，完全根据弥陀经，以七天为一个期限，我们要得到一个结果，一定要有成就，七天当中一定要有成就。那么七天念佛，诸位要记住，它是日夜不断的，我们现在打佛七几乎收不到这个效果，原因在哪里呢？中断的时间太长了，你比如 早晨有两支香，这一支香呢是一个半小时，两支香就是三个小时，但是当中恐怕有半个小时的休息，这一个半小时佛念完了，
休息的期间就杂心闲话了啊，张家长李家短，这是非人我全都出来了，是这个佛念的没用处啊，这个叫夹杂，叫中断啊，叫夹杂，叫中断啊，所以他这个佛期收不到效果啊，所以现在这个佛一般佛期呢，实在讲是佛期法会。大家在一起共修是法会啊，真正效果达不到啊，那个真正念佛呢，那是日夜不中断啊，他确实能够像经上讲的这个殊胜的效果。我们看净土圣贤录，或者是往生传里面，这个宋朝盈科法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我们过去在讲席里面也提过几次，那么这个是真的有这个人，真有这个寺子，不是假的。那么根据传记上记载的，盈科法师在平常并不是一个很用功的人，而且呢，常常破戒，常常啊，这是造业。我们现在人讲造业，就是做坏事啊，那么是个不守清规的一个出家人啊。那么这个人呢，很难得呢，他真的有善根啊。他有什么善根呢？他相信因果报应，所以自己想想。出家这么多年的行持啊，造作这些罪孽，不守清规啊，将来一定会堕地狱啊，这个使他感觉的非常恐惧啊，将来果报在地狱，这个太可怕了，所以就请教啊他的同学们啊，所以有什么方法能叫我不堕地狱。同学当中啊，就给他讲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听了之后非常感动啊，觉得这个的确是一条生路啊，于是就发了一个狠心啊，在自己住的这个小房子里面呢，把门一关呢，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念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他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一口气就念了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所以你想想看，他这个效果就是正是符合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阿弥陀佛现在他面前告诉他，你的阳寿啊，就是你在这个世间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中呢，你好好的修行，到你临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出现来安慰他。那么他呢，听了以后啊，就跟阿弥陀佛说，他说我的这个劣根性很重，我经不起诱惑，这个一看到外头诱惑我又要造罪业，在这个十年当中呢，我不知道再做多少罪业了，在这个将来能不能往生呢，这都不可靠了。他说最好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就同意了，点头同意了，
就跟他讲，他说那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好不好？他非常开心，好，三天之后好。他就把这个疗房门也打开啊，就告诉大众啊，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这个寺庙里大众啊，看到这么一个人，这平常啊没有一个人瞧得起的啊，对他也是无可奈何的这么一个人，说三天之后就往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但是时间很短啊，三天看你往生不往生，我就等着瞧，就说啊。但是听他说话的那个语气呢，也不像是骗人的啊，像是真有这回事情的样子。那么到第三天早课的时候，他要求大众啊念佛啊，本来寺院的早课是念楞严神咒的，是小咒的啊，要求早课念阿弥陀佛了，送他往生啊。当然这个是大众很欢喜的事情，你真正能往生，我们念佛送你借个这样殊胜的缘呢，那这样是很难得的了。那么念佛念不到十五分钟啊，就差不多一刻钟的样子。银河法师就告诉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他见到了，别人没有见到。啊，我要跟阿弥陀佛去了。啊，这样就走了。这是一个破戒作恶的出家人。三天往生啊，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没错啊，啊，而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法门，一听就相信就接受就发愿认真念佛，所以这个法门呢，你看这个总师在这个注子里面讲的直接稳当啊，快速啊，真是了义中之了义，圆顿中之圆顿的，那这个是一点都不错的啊。所以这是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圆证三不退啊。这个圆证三不退到后面再会详细跟诸位报告啊，这是净宗之果报殊胜。下面呢，这就给我们讲解释心念心啊。首先讲心，心则心字，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这一段是讲大师讲这个信呢，给我们说了六条。愿则愿力娑婆心求极乐啊，这个愿呢，第一你要能真正把现在这个世界能够舍掉，能够放下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才是真正的愿望。行则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就是我们一心念佛。那么这个是行，就是先把这个纲领呢给我们说出来，下面一条一条的为我们说明。先说信字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啊，可见的这个佛法的修学讲信呢，跟一般宗教里面讲信呢不一样。宗教里面也是讲信，它是要信神，第一个要信神啊。我们佛法讲信呢，第一个是讲信自己啊，你不信自己，
这佛菩萨有再大的智慧能力也帮不上忙啊，所以你一定要有坚定的自信心啊，相信我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行决定达到自己的愿望啊，要有强烈的信心啊。信自者，信我现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团，亦非缘影。这一段意思说得很深啊，我们明白了，清楚了，这个信心呢，确确实实可以建立啊，因为它不是迷信啊，这个信心是建立在智慧与事实的真相上。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我们现前一念之心，这个一念的心呢，就是真心，它不是肉团心，那肉团心是我们这个五脏里面的心脏啊，这个叫肉团心啊，这个心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啊。也不是圆隐心，这个圆隐里头有个小注，这是讲第六意识，就是我们能够思维，能够想象，一天到晚在胡思乱想的，这个不是心，这个不是心，不是真心，那么佛法里面呢，称它做妄心。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不能把这个心呢认错了。树无粗厚，树是从重的方面来说，就是从时间上来讲，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粗是过去，厚是未来，这当中有个中间，有个现在。这个心呢，一心里头没有三世，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这真心。那么落在三际里面呢，就是三世里头，那是妄心。那就前面讲的圆隐心，圆隐心呢有三识，横绝边涯。从横的方面来说呢，边涯是边际，是界限，没有边际啊，所以它不是圆隐的。妄心，圆隐的妄心呢，有三世，有过去、现在、未来，也有这个界限，有是非人我的界限，那是妄心里头有，诸位要记住，真心里面没有，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求生净土啊，这个意念要是纯正的话，不但决定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一定很高啊。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大师是劝我们一定要用真心念，就是一心称念。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不是说吗？一向专念一是一心，向是方向，一心
就只向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叫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是大本无量寿经教给我们啊，我们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真心不落在三际，也不落在十方。那么由此可知，真心是不可思议，真心太大太大了啊！尽虚空变法界就在真心里面呢包容住，终日随缘，终日不变啊！随缘随十法界之缘。我们今天这是得的人生啊，现在人道啊，我们随眼前这个社会大众之缘，我们天天在随缘，随缘有没有变呢？没有变。诸位要晓得真心不变啊，我们随缘随变，随缘随变的是妄心随着变，不是真心随着变。这一桩事情大佛顶首楞严经里面分析的最为详尽了啊，在这个经文前面这个半段，十番显见啊，释迦牟尼佛举出一桩事情，就是见性。这个见性呢是真性啊，是超越三际十方的啊，是真性啊。他用这十个条目来跟我们说明，给我们分析啊，说明呢这个见性的闻性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真性啊。即使在凡夫位，我们一天到晚随缘，还是没有一丝毫的改变。那么当时在座波斯匿王他听懂了啊，所以他非常欢喜啊，晓得什么呢？我们这个生有生灭啊，人有生老病死，这是有生灭的。原来自己这个生灭身中啊，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性呢，那个才是自己啊。所以他听了之后很开心啊，知道自己啊真的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我啊，这个生灭身是假我，不是真我啊。啊，这必须要把这个事实真相啊辨别清楚。十方虚空微尘过度，原是我一念心中所现物啊。十方虚空，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太空，今天讲的太空。微尘过度就是太空当中啊无量无边的这些星球啊，一切众生呢所依靠它生存的环境啊，国土就是星球或者讲星系，从哪里来的呢？是自己一念真心当中所变现出来的。这个世界上许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在那个地方探索，这个星、这些太空当中这个星球怎么发生的，从哪里来的啊，这些生物又是怎样
演变出来的，都在这里研究探索。那么他们能不能把这个真相找到呢？将来我们不敢说，至少在现前呢还不行，他还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呢？科学的进步实实在在是证实了经典里面的所说的，确实被证明。可是那个根源呢，还是科学还是达不到。你要问为什么达不到？因为科技始终没有离开分别之处。换一句话说，它是意识心中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意识心功能很大，能够圆虚空法界，但是圆不到真性。也就是说，虚空法界的根源它没有办法圆到，没有办法达到。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实在讲，现在科学的理论跟佛法讲的理论呢是相同的。这个理论的时候就是用动静这两种方法。现在科学我们晓得它用加速度，用动的方法。而佛法呢用静的方法。诸位晓不晓不晓得这个动静是一个，动到极处了就是静，静到极处了就是动。如果你要懂得这两个东西是一个，达到一个的时候就大彻大悟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剑画这个像圆这个形状一样的，达到了圆心，这是整个是动，动到最后的时候它静了。到这个时候就开悟了。所以佛法用的功夫用定，科学家用的方法呢用动，那加速度。这两种方法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不利用这个科学技术我们的速度怎么加都有限的。所以非常的困难，一定要利用机械。但是从电力方面呢不需要。不需要外界来帮忙。佛用的方法用电。然后才真正见到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一念心性变现出来的。你就见到事实真相。那么见到这个境界呢，在佛经里面讲叫入佛之见。佛知佛见。这是真正的事实，你见到了。那么佛在经上所讲的，你确实把它证明了，把它证实了。那么这是相信自己。虚空法界是自心变现的，
我们要问了，那西方极乐世界从哪来的呢？也是自性变现的。阿弥陀佛、观音世智，这是诸佛如来从哪来的？还是自性变现的。离开了自性，无有一法可得。我们自性变现的净土，我现在要去往生，还有什么障碍呢？我自性变现的阿弥陀佛，我要去见他，他怎么可以说不见呢？没有这个道理呀！所以信心之建立是彻底明了啊。唯心净土啊，自心弥陀这个信心从这个地方建立。虽然有了清净坚定的信心，这只是一个理上理论上讲没错，但事实上呢？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心不清净这一念心中心，我们现在念头太多了，我们不是一念的，我们这个念乱七八糟，无量无边的一天到晚是杂心妄想这不能得一念的这怎么办呢？这第二个要心塌了他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阿弥陀佛，需要他们来帮助我这个底当中还有一念有一段文我们看，我虽昏迷倒惑就是迷惑颠倒是我们现在这个状况，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所以这个关键呢，就是一念回心下面这个刚才说过了，自性本具极乐，更无疑虑，是名性自。那么这个现在关键就在一念回心，就在这一句上。回是回头要回到一念我们从一切杂念回到一念这一念怎么回法呢？我们晓得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的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想西方世界一正庄严，就是回归到自性这个一念回心呢，这个回法就对了所以我们念佛这个佛号六个字，六个字前面两个字南无，就是一念回心的意思南无是梵语它有皈依的意思，皈是回归，依是依靠我们从一切妄想杂念里面回头回归，我们依靠着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对了这个就是一念回心可见得这个一念回心要在其他宗里面讲的确非常之难他那个回心是回归到自性
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那的确不容易啊！所谓是见思尘沙烦恼要断尽，还得要破极品无明，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这个净宗就方便了，真的，人人能做得到，人人都能成就啊！只要你一念回归到阿弥陀佛啊，一天到晚念念的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绝对不能放松啊，这就能成功啊，这个叫心思。刚才说过了，我们自己能力智慧都不够啊，所以我们呢要依靠他，这个信他是第二个啊，这第二个不是第一个，第一个要信自己啊，信自己决定有能力往生，决定有能力成佛啊。但是我们需要佛菩萨帮助啊，我们相信佛菩萨，信他的，信释迦如来绝无诳语。释迦如来的话就是净土三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三本经里面所讲句句话都是真实的啊，决定不是妄的。这是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但信他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去修学，决定成就。其次呢，弥陀世尊绝无虚愿啊，除了相信释迦牟尼佛啊，将西方世界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这个事是真的啊，这个事不是假的。要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度众生啊，也就是愿愿都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第三，六方诸佛广常时绝无二言。我们用的本子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个阿弥陀经，他老人家翻译的这个本子里面呢，就六方佛啊。但是诸位要知道，阿弥陀经原本里面是十方啊，是十方诸佛。罗什大师知道中国人喜欢简单啊，中国人跟印度人呢，这个习性不相同。印度人喜欢繁琐啊，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啰嗦啊，所以他这个翻译呢，就把六方佛呢省略啊，这十方啊省略成为六方啊。所以虽然说的六方意，这个意思跟十方并没有两样啊，他是省略掉这个十方呢，是讲四方四维上下啊。罗什大师呢只翻了四方上下啊，把这个四维就是四觉省掉了。玄奘大师的译本就是十方啊，他译得完整。那么六方诸佛
都处广场舍相，为释迦牟尼佛作证，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真实不虚。这一切诸佛都来证明啊，这一切诸佛哪有二言呢？所以决定是真实的。下面这个四句是非常非常重要了。随顺诸佛真实教诲，决定求生，更无疑惑，是名信他。这个四句不得了啊，何等的大智，何等的气魄，这一随身就是当生成佛了。这个随顺诸佛，随顺本师释迦牟尼佛，随顺阿弥陀佛的48愿，随顺十方一切诸佛的劝证。净虚空遍法界，一尊佛都没有漏啊，六方佛里就包括尽了，一尊佛都不漏啊。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叫死心塌地念这句阿弥陀佛，是随顺诸佛真实教诲啊。如果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拿来做一个比较，哪一部经最真实呢？给诸位说，阿弥陀经最真实。阿弥陀佛这一部经典是直接了当教给我们当生成佛的方法啊，是任何经论都不能够跟它相比的啊。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大乘经比小乘经真实，一乘经比这个大乘经真实，弥陀经是真实当中的真实。欧耶大师非常难得了，这个四句话不容易说出来啊。啊，若不是过来人，这个话说不出来的呀。没有比这个更真实。啊，那么这个是信他。信因者，甚信散乱称名，又为成佛种子，况一心不乱的安得不生净土，是名信因。这个地方教给我们，像佛在《法华经》上所说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那只是种一个因而已，种一个成佛之因，叫散乱成名啊。
不管你有心无心，你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那就是你将来啊得生西方净土的种子。我们晓得这个事实，就知道啊怎样去帮助别人。佛法这个术语讲啊，是度众生。怎么个度众生法呢？无论是有意无意，叫他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行了，他就得度了。我们这个世界跟阿弥陀佛的缘深啊，不管你信不信啊，他脑子里头都有一个阿弥陀佛啊，都知道啊。我们换一句话说，这些人将来都要往生净土的，不过不晓得什么时候，就是就早晚的事情了，那我们还着什么急呢？这不着急了啊！所以你说有很多同修啊，着急着要度自己的家亲眷属啊，其实你早都度了，不管他信不信啊，他看到阿弥陀佛的像，这个念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就结上缘了啊，这个就是种子了。那么要这一生成就呢，那必须要一心称念。这个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的标准呢很高啊，所以用这个标准呢，有一些人就担忧了，我这一生呢念不到一心不乱，那恐怕就不能往生了啊，他就怀疑了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将这个弥陀经两种译本也把它汇集成一个本子啊，这个两种译本呢，就是罗什大师的译本跟玄奘大师的译本。玄奘大师译本里面就不是一心不乱，是一心细念啊。我们听的一心细念呢，这个可以办得到；一心不乱呢，这个办不到啊。啊，那么《无量寿经》上也没有讲一心不乱啊，《无量寿经》上讲的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跟这个一心细念呢是差不多的意思，哎，所以这个想想，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那么，罗什大师翻这个经有没有翻错呢？如果要是翻错误了，玄奘大师一定会把它修正。玄奘大师对罗什的本子很佩服，没有任何的批评，而且玄奘大师的大弟子，这是最得意的门生呢，窥基大师是中国法相唯识宗开山的祖师啊，这是窥基大师的学生呢。
他给《阿弥陀经》啊做了个注解。那要照我们现代人的，现代人都用人情啊，一定是用老师的这个译本啊，现在人一定这样做法的啊。玄奘大师有翻译的本子，应该用他的本子来注解啊，这才像师生呢，像师徒啊，像一家人啦。可是窥基大师没有这样做，他选的本子呢，还是选的罗什大师的本子。玄奘大师并不以为他对老师不敬，窥基大师也没有觉得我对不起老师，可见的师徒两个人对罗什大师的译本都佩服啊，而且这个本子已经流通了，就不要再多事了啊。所以选择这个窥基的本子，这就证明窥基大师这个本子译得好，译得没错。但是这一句话呢，是我们信心关键之所在。啊，经的原本不是这样写的，可是意思不错。啊，为什么说意思不错呢？诸位要晓得，我们自己念佛的功夫，能念到成片。这个成片呢，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一向专念啊。我们一般讲的功夫成片，啊，功夫打成一片了，啊，这个境界不难。自己念到功夫成片，这往生的时候啊，阿弥陀佛来接引呢，先放光啊，先放光啊，来照你。你一接触到佛光啊，你的业障就消了，这佛光加持，业障就消了。你的功夫立刻就加了一倍，这功夫成片加一倍呢，就到四依行不乱。所以他翻译的没错啊，啊，所以这个一心不乱呢，是临终佛来接引的时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他加持用现代的话来讲是相对的力量。啊，你念到功夫成片，这一加持就到四依行。啊，如果你念到四依行不乱呢，那一加持就变成离依行。啊，是这么一桩事情。所以这个一心不乱呢，我们不必忧虑，只要老实念就好。啊，老实念呢，决定有效啊！像刚才跟诸位报告的，这个宋朝云科法师，这个破戒根本以前不知道阿弥陀佛，这听人说了，才念了三天就把阿弥陀佛给念来了啊！这六天呢，他就往生了啊！可见的不难啊！我们学佛懂得的比他多。我们念佛的时间比他长啊，只要具足心愿行，哪有不得生的道理。这个是信因啊。信果者，身心净土，诸善聚会，
皆从念佛三昧得生。下面是比喻，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亦如隐蔽随行，想必应身，绝无虚气，是名辛苦。那么我们这个法门果报就是往生啊，一定要把往生净土啊看成我们第一个果报，也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求得的啊。在现前这个社会啊，我们的生活环境一切随缘，不要去计较啊，因为这一生这个是业报之缘呐。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好固然是好，不好也没关系。啊，随缘度世，一心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唯有一心专求，我们现前的环境也必定的有改变。西方世界经上说得很清楚，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上善呢不是普通人，上善是指的谁呢？是指的等觉菩萨，那才叫上善。这就是告诉我们，在西方世界证得等觉果位的那些人呢，太多太多，不计其数啊！啊，他们是怎么成就的呢？都从念佛三昧得生的。啊，所以这个念佛三昧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中要得到的。三昧是梵语啊，是印度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正受。受是享受，正是正常啊，正常的享受就叫做三昧啊。三昧呢也翻作禅定啊，也是禅定的别名。换一句话说，我们念佛人，我们的享受就是心里头常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这些杂念妄想通通都没有，那你就得念佛三昧了啊。所以念佛三昧最浅的功夫，最浅的就是成片啊，就是成片，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想啊，什么也不执着，一天到晚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啊，这个人快乐啊，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这是这个心的确是非常的清净啊，非常的自在。那么深的三昧功夫，这就等级就很多了啊。那么我们如果像《华严经》里面所讲的，
51个阶级，那这个三昧也就分51个等级了。念佛人要知道这一桩事，但是不必把它放在心上。有这个事实没错，我们只要老实念佛就行了，自自然然把这个三昧功夫不断地向上提升就在老实。比喻容易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念佛就成佛，这个是一定的道理。下面呢也是个比喻，隐必随形，响必应声，这个响是回音我们在山谷当中长啸一声呢，后头有回音那就是响这是说明因果的关系，一点都不假我们能念佛，决定能成佛。《观无量寿经》讲的三福，最后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就是说的这桩事情。这是佛对菩萨说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所以我们只要肯念佛，决定往生。第五姓司这个很重要。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这种事情这个不是假设的不是理想的，它是事实。深信直经现前，一念不可静。这先从理上说我们现在这个一念真心不可穷尽一心所现十方世界亦不可尽十方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讲的无量无边的星球都是一念真心变现之物那么西方世界哪里会假呢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实有极乐国这个关键在实，实实在在有有一个极乐世界，在十万亿土外最极清净庄严我们的心有真心有妄心有善心有恶心有清净心有染污心这我们都有我们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贪嗔痴慢这些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不好西方世界是我们清净的一念变现出来的所以净土秽土通是自心变现的都不是外来的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我们
清净心变现。是佛的清净心变现的，佛心跟我心是一不是二，是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心变现出来的，那一切众生心跟自己的心也是无二不变啊，所以说是纯一清净心所现的境界，那么这个世界是最极清净庄严啊，这是其他的世界都不能够违背的啊，要相信这是真有啊，确确实实有，所以偶业大师这个别号上用稀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西方确确实实是有，不同庄僧语言啊，庄僧是庄子啊，庄子这部书里面寓言很多，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佛讲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寓言啊，这是事实，我们要相信的这个事啊。最后一条呢，是姓李啊，甚信十万亿图实不出魔境现前，借而一念行外啊，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一念心啊，二念呢，二念就是假的，就是妄心，一念是真心啊，二念就是妄心啊，是我们真心所现的境界。一无现前，一念心性呢，实无外物啊，这个真心呢，没有内外啊，妄心实在讲也找不到内外啊，真心呢就更不必说了。所以这个楞严经上一开端呢，切出真心啊，我难提上这个心里会想，释迦牟尼佛也不跟他辨别是真心是妄心，首先就是你说有个心，心在哪里，找出来给我看看。所以真心当然找不到，妄心还是找不到啊，所以无论是真心是妄心呢，都没有界限，只是在起作用里面，真心起作用没有戒心，妄心起用有戒心。这个妄心是因为它有分别，它有执着，那个分别执着就是它的戒心。哎，可是诸位要知道，分别执着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并不是真有戒心，那个戒心是假设的。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地球上啊，科学家把它画成经度纬度，这地球真的有经纬度吗？没有啊，是哪有经纬度呢？是你自己画的，人画的嘛。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不是事实。又深信。这个后头一段呢讲得好，西方义正主办，这是讲的是啊，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的环境啊，正报的这些众生啊，就人事环境呢，依报是物质环境，主是阿弥陀佛，是教化主。这个伴呢，就是学生，主是老师。十方世界去往生的这些人，都是以阿弥陀佛为老师，啊，都是
阿弥陀佛的学生。所以这个主办呢，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私生了。借无现前，一念心中所现应。这是讲的理，前面是说的思。这思从哪里来的呢？都是我们自己真心变现出来的。全思即理，整个现象就是离体，全妄即真，妄是讲的相，真是讲的性，真如本性，真是能变，妄是所变。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能变梦境的是心，所变的是梦境，可以说全梦即心，全心即梦，这是一个道理啊，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全修即性，全他即自，这都是讲的事实真相啊。我们所修的就是心啊，净宗修行的简单呢，就是支持名号啊。哎，多少人不晓得，这念这句阿弥陀佛，原来是称心起修啊，全修即性，这个在修学里面是最高的法门，这是多少人不知道啊！但是要怎样修这一句佛号，才真正全修即性？这前面所讲的路，要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能这样念，这古人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它相应跟谁相应呢？跟心相应，就是跟真心相应，跟事实相应啊。假如你有疑，你有夹杂，就不相应啊。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也是这个意思。这净念啊，净是清净，我有疑，心不清净，这念就不清净，我还有夹杂，那心也不清净啊，所以这个净啊，是决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叫净。净念相继，这个相继就是不中断啊，相续不断。可见的，他这四个字呢，就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全性。全修即性啊，啊，这是上上乘的修法了，没有比这个更高了。全他即自，这个他里面包括着一真主办，啊，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嘛。魔心变故，佛性一变，一切众生心心一变。前面的四句
从全四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自，这是《华严经》上讲的离四无碍。后面这一段呢，我心变故，佛性一变，一切众生心性一变呢，这是四四无碍，这是真的。哪有障碍？所有一切障碍从什么地方生的呢？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从妄想执着里面生出无量无边的障碍，不明事实真相啊！明白事实真相，哪有障碍？下面用一个比喻来说。譬如一舍千灯，舍是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点了1000盏灯，我们这个房子虽然没有1000盏灯啊，也有好几十盏，可以做个比喻，光光互遍，每一盏灯的光都照遍着一个舍。把这个光比作心，我的心，我这一盏灯的光明照整个一个室，佛呢也是一盏灯，他也照整个室，一切众生的心呢也是这样子周遍的，光光互遍，重重交涉，不相妨碍。我心中有佛心，我心中有众生心，佛心当中有我心，佛心之中有众生心，这是四四无碍的法界。那么四无碍是华严经的特色，其他经上没有这个说法，华严说的圆满了。他将法界从四个角度上来观察来说理，使我们了解它的真相。第一呢，从事上讲；第二，从理上讲；第三个，从离事无碍上讲；最后啊，从事事无碍上讲，这才真正的说出究竟圆满的境界。华严具足四法界。本经也具足了四法界，可见的古人称弥陀经为小本华严，有它道理。那么西方净土是我们净念所感的，所成就的。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今天许多科学家都担忧了，忧虑什么呢？这个地球人为的污染太严重，所以呼吁大家要注意环境保护，如果不能够加强环境保护，科学家的预言呢
说50年之后啊，这个地球不适合人类生存了。这个实在很可怕了，50年的时间不长啊。啊，我们有没有能力在50年当中改善这个生活环境？很难很难，确实不容易啊！真正要想这个环保做到真的有效果啊，还要从佛法上下手啊！为什么呢？从人心的污染下手，那就有办法了。这个佛常讲嘛，医报随着正报转啊。那么我们今天仔细来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人心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太严重了，比物质环境的污染还要来得严重，这才叫真正的可怕。解决这个问题，在佛法里面，大乘胜于小乘。在一切大乘法里面，我们今天讲救急，这个事情太危急了。如何真正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说实在话，这个老实念佛，它真有效。啊，不管你对这个道理啊懂不懂，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真正做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3个月就见效，这就好像治病一样，这副药下下去3个月就见效了。啊，见什么效果呢？心地清净，妄想杂念少，这个就是污染减少了，逐渐恢复到清净的。所以3个月到6个月真正能见效，这是我们要努力要认真的去做的。所以这个净慧实在是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实际如果人人都念佛，人人都修清净心，实在讲啊，我们这个世界也能够变成极乐世界。为什么变不成功呢？我想变，他不想变呢。他想变，我不想变呢，这意见不一致，这问题就严重了。不像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人多，多到没有法子计算，他的好处，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个实在讲太难得，太难得！为什么那个世界的人会能够做到啊？这个思想见解都一致，这个我们不能不佩服阿弥陀佛的高明。阿弥陀佛在那里建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原来没有人，人都是从十方世界移民过来的。
益民的条件呢，就是心地清净。所以它是个清净世界。所以美国政府啊，这一点没有想通啊。他要想通的话，所有世界每移民到美国，心地都要清净，那美国就是个清净国度嘛，就是地球上的极乐世界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移民条件就是心地要清净，要一心专念，这样才能够得生。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善恶所感，这个善念呢所感的三善道，恶念所感的三恶道啊，是六道轮回呀。这个是一个染污的现象，所以经上讲无著卧室。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污染。从心底到外面的环境。西方世界是极度的清净，从内心到外面环境都清净。那么这个是这个欧耶大师用华严四法界，就是从四个角度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的真相。这一段呢是比较深一点，但是我们要细心去领会，这是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净宗是大乘之大乘，也是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那么由此可知，念佛法门这步步的一本《弥陀经》与华严与法华与一切大乘经论，它所根据的理论完全相同，他所说的方法呢是格外的巧妙，理论跟一切大乘经、一乘经是相同的，方法超过他们，这样才能够叫一切诸佛如来赞叹一切菩萨向往。道理就在此地。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